天父啊，感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愿你一下时间以圣灵感动我的口，也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的心灵，让我们拥有上帝的心，并且让我们去实践。感谢主，我们把一下时间全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恐怕大家忘了我们现在正在学习什么。今天学的是教会论，教会的功能第四，教会与什么呢？看到教会的功能有多少？五个，当然还有很多啊，但是我们代表性我们现在谈到的是五样。一，礼拜。二，相交。三，侍奉。四，传道。传道下个礼拜教导天线传道，教会与传道。今天的话语，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预备，请。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外出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要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为了明白这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再一次从三十五节开始再一次阅读。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他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是怎么认为的？像刚才所说的一样，教会有五个功能，传道是其中很重要的功能之一。那不仅是这传道，不仅是教会的功能，也是教会的目标。什么叫目标呢？一个团队由自己给自己的任务，这就是目标。我们教会有什么目标？传道。那其他的众教会有什么目标？应该是传道。这传道呢，也是教会存在的理由。如果不是传道的话，教会没必要留在这世上。传道是由谁组成的？得救的人，得救的人组成的，成为上帝儿女的那些人组成的。他们要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主耶稣所在的地方。主说：“我在那里，你们也在哪里。”但现在我们为什么仍然停留在这个世上？为什么还没有主还没有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呢？为什么仍然把我们留在这世上呢？因为我们有要在这世上做的事，这事情是什么？传道。所以教会还在这世上的目的是传道。所以教会如果不传道的话，那就失去了教会最重要的功能。传道的主体是谁呢？主体谁传道？教会传道。那教会是谁？信的人传道。那可以从两方面看，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机构、组织、小组，这小组机构要成为传道的主体。不仅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传道的主体。所以我们聚在一起，作为教会的一个小组，或者是比如说
青年传道会，或者是女性传道会，中国人传道会，还有学生传道会，作为机构小组组织也要传道，而作为个人也要传道。所以我们已经 学习到了教会可分为两种教会，一是聚集的教会，另外一个是分散的教会。分散的教会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道。第三点，传道，要上传道的话，信徒们应该懂得必须得传道这个目标，应该理解，应该清楚知道我们必须得传道这个事实。但是仅仅知道又不行，应该有什么呢？你懂得应该去传道，但是呢还不传道，为什么？没有火热的心。所以教会给信徒们提供的很重要的东西是点火的事工，点火，让他们的心灵火热起来。我以前在阅读《认识耶稣》这一本书的时候，阅读完了这一本书，把书合上的同时跳起来了，然后跑到外边去，去找谁？传道的对象。传道的对象，因为太火热了。所以这是我所经历的，通过书籍而有了这样的经历，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啊。比如说你听到然后活着起来就去传道，会经历到，但是呢仅仅看了书籍后觉得非常火热，做不下去，然后呢突然站起来跑到外边去找人传道。所以我当时想，哇，书籍的能力非常的大啊，我要把这么好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这是在中国四川大学里面发生的事。所以我跑到那个校园里，在运动场找人给他们传道。就这样，我当时我早就知道应该传道，但是呢心到了那个时候才火热起来。所以这个心呢，火热的心呢也会冷淡下来。所以呢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就是常常挑起人们火热的心，让他们去传道，鼓励他们去传道。对教会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鼓励信徒们传道，不要认为信徒们会自动的去传道，而是教会是以集体生活嘛，所以呢以集体行动的方式督促信徒们继续去传道。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教导，中国的一些教会呢就开始使用这样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我们讲的道正确的话，信徒们会越来越多。但是后来我们在这个教会论的课程中已经讲了，即使你再怎么对，讲的再怎么对，如果你不是故意的，不是刻意的推广这样的传道的活动的话，教会无法增长。所以一定要动脑筋，制造一些动机活动，而这样教会会复兴起来。从那以后，有个教会呢每一个礼拜有新的灵魂来，5到8个人每一个礼拜都来增加。所以呢原来是几个人的教会已经变成了几十个人的教会，短短的这两个月之内发生的事。所以我也觉得很奇妙，这个教导的能力，然后呢只要照样的去行的话，真的有这样的结果出现。所以希望大家把这样的内容呢我也是充实的把金牧师讲的他出于他体验的东西介绍给大家，所以大家也要好好的铭记在心，或者是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呢以后在自己的事工当中好好的运用。第四点基督来的目的，我们刚才读了马可福音第一章38节，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传道，而且传道和赶鬼不可分隔。所以耶稣说他到了那个地方去传道赶鬼，进了会堂传道赶鬼。那既然他来的目的是传道，
而且我们是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我们是用什么方法与基督耶稣联合的呢？用什么方法你与耶稣联合了吗？用什么方法？尽力啊！受了尽力的同时，我们与耶稣的死联合了，也与耶稣的复活联合了。罗马书第八章六节告诉我们，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与耶稣一同做事。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十七节，我们一起看看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十七节。凡是受尽力的人应该能够大胆地承认啊，这是指第八章十六十七节，预备起。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孙，就是神的后孙，和基督同作后孙。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你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吗？那在这地上耶稣做了什么，你也在这地上做什么。在天上耶稣得到什么，你也得到什么。这地上并不是得到什么的地方，而是与主一同作供的地方。所以呢，在这里呢与耶稣一同受苦，那么你在天上与耶稣一同得荣光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兔死狗烹？兔死狗烹，兔子死了，把狗呢烹调吃，有没有听说过？哦，这是中国的一个成语，来自中国的成语。哎，用狗来猎兔子，抓兔子，然后呢用完了没有用了，就把它宰杀吃了啊，狗吃了，所以用完了没有用就把它杀掉啊，也吃掉。很多对于天国没有盼望的人认为，我在这世上被上帝利用了，兔死狗烹啊，这么认为。但这样的人呢，他们看不到什么呢？天上的荣光。他们的眼睛仅仅定在这世上，所以定在这世上的话，好像耶稣被兔死狗烹了。施洗约翰也是一辈子都被上帝使用，然后呢兔死狗烹，被残忍的杀掉了。斯提凡一辈子热心的过新娘生活，最后就那样用石头被打死了，都是非常的可怜。但其实不是可怜，这世上是什么地方？与耶稣一同受苦的地方，那么在天上与主一同的荣光。所以能看到天上荣光的人，不会认为上帝是仅仅利用我们的，而是上帝清楚告诉我们，我按照你们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如果你们奉门徒的名把一杯水递给门徒的话，那么你们就不会失去门徒的奖赏。我们的主呢，是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的上帝，我们必须得相信这一点。如果不相信上帝是赏赐我们的，这样的信心呢，讨不好上帝的喜欢。希伯来第十一章六节如此告诉我们。所以呢，既然我们与主耶稣联合了，那么既然耶稣所做的事是传道，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传道。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看看。那刚才我们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说，耶稣说，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传道。那么耶稣培养门徒，拣选门徒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十三到十五节，预备起。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阿门。耶稣不仅自己为了传道而来，而是他差遣门徒也是为了让他们去传道赶鬼。所以今天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要做的事情，
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要做的事情就是传道。第五点，传道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是不是把人变成好人？这不是。那教会里面的人是不是好人？不一定，也有很多好人。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工的时候发现，哇，教会里面的人有的时候呢比世上的人更加的不容易对付。为什么呢？每一个上教会的人都是非常爱自己的人，是吧？非常爱自己的人，自私的人，为自己的灵魂着想，凡事都是为了我，为了我的灵魂着想。我们不是天天呼喊吗？我的灵魂呐，你要怎么怎么样？我的灵魂呐，你要得福。哦，这世上的人认为这是自私的，他们认为大家的灵魂呐，你们要得福，这样才是对的。但是呢，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为了大家的灵魂。当然，我们为别人传道，这都是为了谁？为了我，我得奖赏。你与耶稣一同受苦的话，也一同得荣光。所以，凡是我们为别人牺牲，都是为了我自己。没有像基督徒那样自私的人。我非常爱我的灵魂。如果没有我的份儿，我不会去牺牲的。凡是我们把一杯水递给门徒，这世上的人呢，不会期待我把一杯水给你。这有什么呀？不要什么报答，他们非常慷慨。但我们呢，把一杯水递给别人的时候，也想到我有奖赏。那世上的人会认为，哎呀，太自私了。但我们认为这是讨上帝喜悦的信息。哈利路亚，我们是爱自己的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不容易对付，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去爱自己。爱自己的灵魂是好的，但是呢，我们的基督徒呢，如果不诚实的话，就误以为爱自己的肉体、爱自己的利益就等于爱自己的灵魂，但实际上不是。所以呢，因为有些人知识不够啊，还有呢，他的为人还有他的信心不正确，所以呢，会出现很多自私的行为。但是呢，我们信仰生活毕竟不是为了改变人，让他变成好人，而是这个世界将要怎样灭亡，这是大前提。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把耶稣治死的世界。人类是什么样的存在？把耶稣杀死的存在。所以人类已经受了审判。为什么？因为魔鬼，这个支配这世界的魔鬼已经受了审判，因为人类全部在魔鬼底下，所以呢，将来与魔鬼一同灭亡。这是耶稣已经定好了的事情，所以，而且他已经告诉了我们，所以你们愿意得以存活的话，从这个世界中出来。所以我们是传拯救人的道，拯救出来，搭救出来，而不是改变人。我们并不是把这个世界变成天国，而是这个世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希望，所以从中把人拯救出来。怎么拯救出来呢？凭信心从那里出来，因为耶稣已经付出了他们罪的代价，只要相信就可以从那里出来。所以这样的传道的原型就在亚伯拉罕求上帝，为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祈求恳求上帝的那样的行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道的原型。当上帝把自己的计划晓谕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说，如果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有50个义人的话，你还要除灭他们吗？如果有50个义人的话，我不会除灭他们。那40个人又怎样？那是30个人又怎样？20个人又怎样？10个人又怎样？他一直这样的恳求上帝。他这样的心就是传道的心。他不想让那些义人都一同灭亡，所以呢，他哀求上帝。所以呢，传道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与上帝之间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祷告是传道的一部分。祷告，用祷告来做工的人，
然后呢天使们上帝所派来的天使们到所这么俄摩拉去，然后呢把人拉着他们的手腕出来啊，这就是实际行动。所以呢传道过程当中的祷告和实际去救人的这样的行为呢不可分割啊，一定要并行，这是传道的原型。第六，传道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肯定有阻碍。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件是魔鬼掌控的事件，而且传道的速度越快，那这就意味着魔鬼灭亡的速度就越快。所以魔鬼呢为了延长拖延自己灭亡的日子，一定要使这个人得救的速度变成缓慢。因为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得救的人数多起来了，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他就会来。所以呢对魔鬼来说，自己能拖延自己灭亡的日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妨碍传道。所以呢对魔鬼来说，妨碍传道是拼命做的事。所以如果我们不拼命的话，这传道呢很不容易做到。这世上的人对于其他的宗教非常的宽容，而对于基督教呢非常挑剔。我上周发生过这样的事，在食堂吃饭，跟一位俄罗斯翻译俄罗斯语的一个姊妹交通这个交通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交通呢我们的事工翻译事工呢也让俄语的事工也一起归入到我们的事工当中的很好的机会。我们谈了吃饭的时候呢吃晚饭也继续谈话，谈到了一个半小时。我们一进这个食堂，然后呢出来的时间总共是一个小时十分钟，这并不是很长的时间。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主人突然来，可以清扫这个座位吗？可以，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谈话吗？他说不可以，很生气的说不可以。怎么不可以呢？你们现在谈的是教会的事，教会的事你们去教会去谈，你这里是商店，那这里是饭店，不可在这里这样的讲教会的事，不要妨碍我们的事。所以呢我太惊讶了，不知所措，慌了。然后呢好不容易说出了这一句话，那公司的事应该到公司去谈吗？教会的事应该去教会谈，到教会去谈。公司的事应该到公司去谈那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呢默默无声的吃饭才对太荒唐。而且他们很生气的对我讲，出来了以后呢想这到底为什么呀？从来没想过，而且我经常去他家嘛，经常去，我是顾客，怎么这么没礼貌。后来我给黄传道讲，他说因为我太属灵，所以误会揭露出来了，所以我的气有点消耗了。但后来想当天的这个交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关系到俄语事工，所以他们在旁边听的时候呢可能魔鬼觉得非常的生气，想要妨碍这个谈话所以我就是往好的方向想。所以呢打算以后我跟我们办公室的很多人一起去，十个人十几个人一起去，然后呢实质的讲教会的事。就这样我们不仅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在传道的时候呢更是经历到这样的事。如果在地铁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多么好啊，这1000块钱他们一直呼喊没有人管，是吧？但是呢你去看，你去试试你信耶稣吧说几句就会有人骂你，很生气，
然后呢甚至会打你，或现在呢会报警，报警的话会有人会抓你，以前不是这样，越来越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基督徒因着这样的阻碍，因着这样的不高兴的事情而中途而废的话，我们无法坚持传道。耶稣呢为了把这福音传给我们，所以他连自己的性命都舍弃了，他还要求我们，你们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当然很累很累很痛苦很难受，但是这是主已经预料到的事，而且是因此才把这样的事情交给我，像我们这样原来是罪人后来得恩典成为上帝儿女的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得恩典的人，所以才能够担当这样的职分。如果是我们拿钱拿月薪担当这样的事工的话，不会有人去做这样的事，不会受欺负，为了那点钱不肯受欺负，但因为我们是得恩典的人，所以才能够担当。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教会呢应该尽所有的手段方法来对付这传道的事工。我们具体讲总共谈到六点，刚才谈的是导论本论。第一，不传道的罪，如果不传道的话这是罪，不传道就是罪。我们金基督牧师的书籍中有一本叫不传道的罪，有没有听过不传道的罪？我看到这一本书的题目以后呢觉得很惊讶我以为偷东西还有说谎才是罪，怎么说不传道是罪呢？那我们天天在犯罪，是不传道就是罪。因为像刚才所说的一样，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所以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的功能本身就是传道，但我们不传道的话这就是罪。传道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为了这事而来的。如果上帝不把自己的儿子拿出来让他受死的话，我们再这么传道也没有用。有了上帝儿子的牺牲，所以我们才能够传道。这传道是上帝的旨意，也是儿子的旨意。所以我们这些作为上帝儿女的人应该对于传道把这个传道当作自己的旨意自己的目标。大家传道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所谓恶人性格非常糟糕非常利自私的那些人，想不想给他们传道呢？像刚才说的那样，那个老板食堂的老板很想诅咒他，上帝从天上火掉在他们的食堂然后焚烧或者是他们把我赶出去，那从此以后呢突然他们家连一个客人都没有，天天没有客人，然后呢过几天就倒闭了我真的想过多么好，但是呢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的。大家约拿的情况，约拿的体验大家知道吧？约拿当时以色列是被其他国家侵略，哪个国家？亚述这个国家。亚述的首都什么地方？尼尼微这个城，尼尼微城。然后尼尼微人非常堕落，远离上帝，对上帝说我要惩罚他们毁灭他们，然后呢所以为此提前给他们传道让他们悔改。为此上帝拣选的是谁呢？约拿。约拿是哪里的人？亚述人还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到尼尼微，就是侵略自己国家的那个国家的首都，去给侵略者传福音。正如当时日本侵略我们中国和韩国的时候，让一个韩国人到日本去在东京给他们传道，你肯不肯？不
肯，当然我们巴不得他们灭亡，但是呢上帝的心却不一样啊。这尼尼这个约拿呢，就是为了不传道，逃到完全相反的地方去，就可以说到山东去了。他要去的是东京，但是呢他做了去山东的，去山东的船，他船沉下去了，然后呢鱼吞吃了他，然后呢把他带到日本去，然后让他去东京传道。然后呢虽然传了，因为这是不可抗拒的命令，所以传是传，但传了之后呢他一直心里想，不应该传，不应该悔改，不要悔改，不要悔改。虽然口里喊的是你们要悔改，上帝要毁灭他们，我原来是三天的路，如果全程都要传道的话需要三天，他呢一天、很快传完了，然后呢等赶快灭亡吧。然后呢他到了南山去，然后呢就是下面往下面看、看看怎么灭亡。但是呢没想到从王开始生到生住全都不吃饭不喝水、蒙灰披麻悔改了，哀哭悔改，痛苦祷告，上帝赦免了他们。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尼尼微，哎呀还不如死，我要死掉，而且刚才有的这个阴影、都消失了，因为太阳太强烈，所以呢这个树叶就是藤树，藤树藤叶都枯干了，所以呢就是一直晒太阳又热又难受，所以呢还不如死。这个时候上帝说，你是这么爱惜你的这个树叶，因为遮盖你的，遮盖你，给你带来这个阴影，更何况这个城里立为城里有左右分不清的那么多的百姓，还有牲畜、牛犊那么多，我怎么不爱惜他们呢？虽然是恶人，上帝，上帝不希望他们灭亡。哈利路亚，这就是上帝的心，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真的希望那些不听我们话的人，我们传道的时候逼迫我们的人，哎呀从天上火掉下，掉在他们身上完全焚烧，多么好啊。就像当天的那个约翰和雅各一样，因为一些地方的人不接受这个福音，所以呢他们在耶稣面前这么说话的时候呢，哎呀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然后呢给他们起名为雷子，对吧，约翰就是他的性格非常的急暴躁，但是呢通过几年的训练和操练，还有领受圣灵的感动，后来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成为了爱的门徒，爱的使徒，原来是雷子啊，变成了爱的门徒。这就是圣灵的能力，上帝的心就进到他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的上帝希望恶人悔改啊，不叫他们灭亡。看看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十到十一节，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从十到十一节，预备起。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回转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十一节就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上帝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这就是上帝的心，上帝指着自己启示说的话多么的可靠。所以如果我们不传道的话，那个人会灭亡，因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会灭亡，但是呢他的罪的血价，上帝从谁的手中寻找？从你的手中寻找。
你的邻居中有人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而死了，下地狱了。还有你的亲戚中，你的朋友中，你的家人中，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所以灭亡了。那么上帝会向你讨罪。看看以西结书刚才所看的33章，从8节到9节，从8到9节，8到9节，预备起。我对恶人说，恶人呐、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你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罪。八戒说，我对恶人说，恶人呐，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讨他丧命的血。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传道并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事，而是这是我们受苦的必不可少的本分。如果你得到了什么好的东西，当然应该想到要把这个东西呢传给需要的人，这是很当然的。如果你在商店里买了很便宜的东西，原来是10万块钱的，哇，你在这个商店里买了3万，那你会不会告诉人家？会啊，哇，太便宜了。那更何况如果你买来的是世上无价之宝，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事，难道不传给别人吗？有一次一些长大麻风的一些病人们，他们在城外，原来是城外彷徨的那些人，撒玛利亚城被亚兰军队围困了，所以他们围困很长时间，所以撒玛利亚城内无法得到粮食。所以呢，这城内发生什么事情呢？饥饿，还有呢，价格非常的昂贵。然后呢，王巡游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女人，跟他说，帮助我吧，帮助我吧，帮助你什么呢？我有什么能力帮助你呢？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说什么呢？哎呀，给我伸冤吧。什么事？我跟这个家的女人说好，今天我们吃我的孩子，明天吃你的孩子，所以昨天我们吃了我的孩子，今天他把自己的儿子藏起来了，给我伸冤吧。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撕裂了自己的衣服，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是好像不可思议的事。但人太饥饿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事，在北朝鲜前段时间也发生这样的事。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都等着死。这个时候，那些长大麻风的人，没有能力的那些人想，我们还不如到亚兰军队那里去得一些吃的东西，也许他们会给，吃了以后再死吧。然后呢，他们就去了。去的时候呢，在亚兰军队的耳朵里，他们走路的声音好像是军队的声音一样，所以他们听到了之后，哇，以色列人求救了，所以呢，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一起来攻击我们，所以他们逃跑了。当他们起来走路的时候，上帝让他们的脚步声在那些亚兰军队的耳朵里成为了军队进贡的声音。然后呢，那些人到了这个亚兰军队的营里面，发现，哇，什么呀？谁也不见了，只是留下了他们的粮食、衣服、马、羊等等宝贝，什么很多车、马车等等，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他们开始做什么？吃，尽情的吃。而且他们刚就是煮完了饭，没吃好就走了啊。所以呢，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部吃。哇，吃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到了什么呢？如果我们等到明天早晨的话，我们城里的人呢快要饿死了，
我们如果等到明天早晨的话，上帝会惩罚我们。我们得到了这么好的，我们怎么我们自己享受呢？应该赶快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跑到那里去告诉他们，所以全城里的人都跑了。阿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要的心，怎么能我们自己来担当呢？我们自己享受呢？让我们看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七章，列王记下第七章九节，列王记下第七章从八节开始到九节，预备起。那些长大马粪的到了里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给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个人在哪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马和驴帐篷的照旧。好，我们他们这个长大麻风的那些人所说的话，应该成为我们的告白。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得到了这么好的福分，得了永生。哇，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把这个消息报给那些罪人们。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应该拥有的态度。我们是有体验的人，所以没有这种体验的人呢，无法想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刚领受圣灵，体验到了上帝，所谓我认识了上帝，遇见了上帝之后，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跑到你的家人那里去好像疯狂似的给他们传你所经历的，是吧？是。所以如果我们所得到的是实相，我们肯定会想到把它分给别人，就是首先想到自己的亲人，最爱的人，口里说我爱你，却不把自己所得到的最好的东西补给他的话，这肯定是假的，两者之一是假的，要不他不是你所爱的，要不你所经历的是假的。第二，本论的第二，传道是信者的生活。那信者呢，用两个方面可以做传道生活。第一，通过圣洁的生活显出自己的身份，自己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通过圣洁的行为。如果你经常喝酒，一起跟世上不信耶稣的人一起去歌厅唱歌，然后呢去红灯区，那他们怎么能看得出你是信耶稣的人呢？所以我们的生活呢非常重要。第二，我们是用传道的方法拯救别人，这两样应该齐备。但现在很多教会很多信徒的毛病是什么呢？把追求金钱的生活当作信徒的一个本分。但如果你仅仅拿出自己的金钱的生活，追求金钱的生活却不传道的话这是徒然的，这不是我们的信仰。耶稣来是不是为了显出自己金钱的生活，而是为了传道。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让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一起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预备起。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的今天的生活显给人看是好的，但这应该是以什么为目的呢？让他们所看到的人认识上帝，把荣耀归给上帝，让他们接受上帝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感恩的生活、喜乐的生活非常重要。哦，哇，你怎么这么常常喜乐呢？应该有人问你，这时候你应该有所回答啊，我为什么这么喜乐呢？哎呀，杨子妹，你天天这么累的干活，怎么这样嘻嘻哈哈的，总是喜乐呢？有什么理由呢？因为我有耶稣的恩典。耶稣这么好，应该能够看得出你的你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我已经跟大家做过见证啊，当时大家都为我聚在一起，我的同事们，然后呢干杯的时候我不喝酒，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喝啊？我是认识上帝的人，我遇见我1990几年认识了上帝啊。有人听到了这话啊，或者部长听到了这话，第二天找我，你昨天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遇见了上帝是什么意思？我信了50年耶稣，很陌生，怎么说遇见了耶稣呢？啊，请你告诉我怎么遇见耶稣。所以呢，我请他到我家传福音，让他受圣灵，做饭，他哭着流鼻涕流眼泪，就接受圣灵。他前段时间去世了，得到了这个消息。哦，他去世以后，他现在在哪里？在乐园里面。如果当时我不给他这样的传的话，也许不知道他的结局会怎样，因为他一辈子都做了一个宗教徒嘛。还有呢，当时我上班的时间是一年，只有一年。这一年的时间呢，我一开口，不管拿什么样的主题来谈话，不管他对方讲什么，最后从我的口里出来的是耶稣。所以呢，后来呢，有一个女的批评我，哎呀，李先生，我讨厌啊，他很生气的说，讨厌你，你一开口就是耶稣，我不管我讲什么，你都是以耶稣来回答，我真的烦死了。然后呢，后来我跟他再见的时候呢，最后的印象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非常不好，我对他的印象也不好，他对我的印象也不好。后来我去中国好几年，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突然他打来电话，好几年没沟通的他来电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李先生，我也认识了上帝。他怎么把这个消息故意找我传给我呢？他说，我信耶稣那一刻，我领受圣灵的那一刻，就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多么荣幸。然后呢，我在军队里面的时候，大家都是听从命令嘛，所以那个时候中队长给一个一个士兵倒酒，马格里，然后大家都一起喝，干杯。这对军队的所有的士兵来说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能喝这样的酒的机会呢难得啊！而且这个马格里我在小时候喝过，非常好喝。有一次我就是为了爷爷，就是买这个马格里一壶马格里，去商店打这个马格里的时候，回来的路上全部喝完了，喝醉了，小孩的时候这么好喝。所以呢，在军队里面，我们一天整天打工，然后呢，晚上一起喝马格里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虽然平时说自己是基督徒，然后呢，自己什么，在人家都在干活的时候呢，他们说啊，我们得去参加礼拜，就这样的逃避干活啊，我也是，所以呢，他们把基督徒当作这偷懒的那样的人。而到了那个喝酒的时候，那些人呢都是很嘻嘻哈哈的就喝，这个时候我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不喝，我是基督徒。然后呢，很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然后呢，我后面的人呢得到了勇气，就是像我一样一个一个都说，我是基督徒，不喝，我不喝。我前面的人都喝，我后面的人都不喝。然后呢，后来他
这样的注视，整个中队长一直注视我，哎呀，这个小伙子，不简单。然后后来呢，我请假啊，请假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啊，中队长啊，我得请假，有什么理由呢？啊，我得参加教会的修炼会，真是可笑，哪有这样的情况？怎么为了参加什么教会的修炼会请假？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不过我来军队以后呢，一直是这样请假参加这个修炼会的，啊，哪有这样的事啊？你是刚来的，所以你不知道，以前的中队长都许可了，反正你不管你许不许可，啊，许可的这个权利呢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你看着办吧。啊，这么果断的回答。这时候中队长说：“呵呵，哦，这个小伙子胆这么大。”好的，我会上报。然后呢，我敢说他们绝对不允许的。如果不允许的话，你要知道你的生迷的这个军队生活呢，都会非常苦的。啊，因为你这样的挑剔，就是惹我的这个愤怒，所以呢，我不会罢休的。然后后来，终于，到了那天，我还在军队里面，所以。啊，这怎么回事？上帝为什么不搭救我呀？但是呢，第二天早晨，中队长跑到我们这里来，然后说：“李一在，你要不要参加修炼会？你要不要这个请假？”啊，我说：“当然要。”怎么回事？突然，上司，连队的上司，有关部门的人就到了我们这里中队来访问，莫名其妙的访问。他也没有什么计划，就是经过的时候就是暂时进来了。然后呢，我突然想到了你，所以呢跟他说你的请假的事，他说当然好，所以呢你可以明天离开的，明天可以参加，所以呢我就这样出来了。所以因为我第二天来了，所以呢还有一天，参加修炼会之后呢，剩余的一天可以去家，我可以回家一趟，一天晚上，然后再回到这个军队里面。这一天得到的最后一天发生什么事呢？我的弟弟得救了。啊，这一天的时间非常奇妙，弟弟得救了。后来反正这个中队长也经历了这么奇妙的事情嘛，因为我在他面前敢说你肯定会给我请假的，所以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对我觉得这个孩子很奇怪，到后来呢他也经历到了神迹嘛，所以后来呢他也来了教会，然后说他来教会的那天就来故意来找我，又说什么呢？李一仔，我今天相信了你所信的上帝，然后呢拥抱了我。为什么来找我呢？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都想到了给自己积极传福音的那个人，虽然当时呢很积极的攻击或者反对，但是呢一旦到了时候就想起来的是积极传道的那个人。哈利路亚，阿门。所以呢我们生活不仅是我们的口里出来的有关耶稣的信息，而且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圣洁金钱都给人带来很大的影响。第三传道呢，第三点传道呢也要使用媒体。现在人们不爱看书，就爱上网，用手机上网，也可以用电脑上网。中国常使用 QQ 群里面可以看到很多 BDR 人，QQ 群里面也有 BDR QQ 群，也有圣乐 QQ 群，还有什么哪里 QQ 群，北京 BDR 人 QQ 群，还有什么哪里的BDR 人 QQ 群，很多很多，而且很多基督徒，因为中国的国情有点特殊，所以呢，早就他们喜欢聚集在网上，因为他们无法很多人聚在一起嘛，所以呢，喜欢聚集在网上，所以呢，在网上传福音是很有用的，很有好处的，所以现在跟我们联络的一些人呢，就是怎么知道我们，怎么认识我们呢？因为看到我们贴在网上的赶鬼影视频，或者是传道影视频、教会介绍影视频，看了之后跟我们联系，我也愿意学习比利亚，所以这样的媒体的事工也是非常重要的。
媒体的事工也有反面的影响。我们的比利亚人的事工越来越兴盛，所以呢反对的人他们的声音也很大。所以其中有一个人名叫黄护道，黄护道的人，护道保护道的意思，保护道，他的使命就是要保守真理。他认为这个比利亚是妨碍这个道的，所以呢他积极的反对进基督牧师的，特别是魔鬼论，特别是针对他写的鬼论而批评。那他的批评呢有好几个项目啊，金基东的魔鬼论是之所以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等等很多。那我一一的仔细阅读的时候发现他完全是断章取义但是呢很多的人在网上看到那些人呢其实没有什么水平，看到那样的文章只因为这个文章是贴在网上的，好像他们非常的相信，只要是网上贴的东西呢他们好像非常的相信。但要知道网上的东西并不是公认的，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贴上去的，但是呢只因为网上发布的东西，所以呢很多人非常的信任，所以呢盲目的看到这个资料，盲目的批评比利亚。所以呢我也想我要写一下对他的反驳文他批评了基督牧师的魔鬼论，那我要对他写一个反驳文。然后呢仔细阅读的时候呢我罢休了。为什么？他的水平，他的写文章的水平，逻辑性啊各个方面太幼稚了，最基本的学问都没有的人写的所以太低了，所以我无法用逻辑的方法来对付他，不值得对付他。如果我对付他的话，这就等于提高了他的水平似的，提拔了他的水平似的，一问不值所以呢我每一次我心里想我要写还是写一下，但每一次阅读的时候呢都抛弃已经是三次了，第三次了。最近也在一个县里面三次两会召集传道士们，然后呢向传道士们吩咐说让他们在12月31号之内写一篇文章，每一个人都要写一篇文章，就是对于金基东牧师魔鬼论的批评都要写但是呢其中已经阅读过魔鬼论的那些传道人当中几个人给我们写信说自己不可能违背自己的信仰，不可能说假的，不可能写假的，所以应该怎么办，能不能替我们写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有这样的内容。反正这说明什么呢？网上的那些资料的影响力很大，不管它对不对，它影响力很大。所以希望大家呢积极的使用这样的媒体。所以还好的是什么呢？以前在百度上面只要打比利亚或者圣乐教会出来的上面出来的几乎全部都是黄护道的那个文章，但后来呢我们比利亚人贴上去的文章越来越多，我们发布的文章金牧师讲道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呢基本上都是金牧师的文章。所以呢一打金基东或者比利亚圣乐教会可以阅读到我们金基东牧师的这个讲道内容。所以如果亲身体验的话就会知道金基东牧师是很有属灵的，很有灵感的一个牧师，哇讲得这么好他们自己知道。所以呢其实再怎么看这个黄护道的文章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希望大家呢积极的把这样的文章好的资料贴在网上他们打比利亚让他们接触的全部都是我们比利亚人所讲的话语，这样的话很好。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做这样的事工。现在人们越来越不喜欢读书阅读书籍，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用影视频来做一些事。比如说我有一天在网上查找一些有关比利亚的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美国的人把我在这里讲的教会论呢贴在他的
网站上面，好像我不认识的人。后来发现他呢，就是接触了网上接触我们的道之后呢，一直在学习，而且把这里学习的内容呢又讲出来。讲的时候怎么讲呢？他用的是影视，就是自己在好像照相机、摄影机前面讲到讲20分钟、30分钟，他讲的内容呢很简单，比如说圣灵和方言，或者是信念和信仰、律法和福音，用这么简单的内容来自己对着镜子，就是摄影机讲，然后贴在很快就贴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所以很多人搜索就看学习，所以呢，看看他的访客有多少，很多，哇，一个小小的一个个人的影响力这么大，啊，这都是因着什么呢？就 YouTube 这个媒体的好处，哦，所以大家呢，虽然在这里，你认为你是小人，但是呢，在网上你可以成为一个福音大师，试图一下。每一个人都积极要参与这样的事故，最起码自己每一天不是要阅读圣经吗？把自己阅读圣经的感想这样的拍下来，贴在网上，很多人会得到益处。哦，要积极的使用。所以以前我们不是经常使用福音单张吗？现在呢，并不是使用福音单张的时间。哎，福音单张当然还可以，现在还可以使用。但是呢，现在人们越来越不喜欢阅读纸张上面的东西，但是呢，喜欢阅读手机发来的这个信息。还有呢，我在 QQ 上面也看到什么 ，QQ 邮箱里面也看到，漂流瓶，有的时候打开，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很想给他传福音，可以回复，然后呢，你知道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吗？然后你把漂流瓶投在海里，那这个飘到这个河南的有一个人那里去，你所不知道的，他怎么知道他正处在这个生死关头呢？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传道。要想立志传道的话，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很多。所以我们尽量用这样的方式，让不信者接受福音，接触福音。现在很多人只要传福音，就想到把福音传给信徒，其他教会的信徒。但如果在主的立场上看的话，这不是传道，而是把右边的豆子里面东西拿出来放在左边的豆子里面，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我们比利亚人呢，尽量把福音传给不信耶稣的人，不要让那些三次教会或者其他家庭教会的人认为啊，比利亚人偷我们的羊，不要总是这么想，而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不信耶稣的人。第四，个人传道要积极的去做个人的传道。要向个人传道要积极的推广的话，对个人来说重要的是，第一，干净的生活，第二，应该有确信，如果没有确信的话怎么能讲呢？还有，要想有确信的话，应该有体验，对福音的体验。所以要想传道的话，要想成为善于传道的人，应该能够说我遇见了上帝。不是说我信上帝，而是我遇见了上帝，能这样说吗？金弟兄，你是什么时候遇见上帝的呢？信的时候遇见的。几年？2000还是06年？2006年，2006年遇见了上帝。不是仅仅相信上帝，而是遇见了上帝。哈利路亚！应该有这样的体验。还有传道和见证有所不同。传道呢，耶稣还在这世上的时候，门徒们出去传天国的福音，这就是传道。但是呢，见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耶稣升天以后，他把圣灵差到门徒们身上来，他们领受圣灵之后才开始做见证，在那之前的是传道。
所以现在教会里面也有传道和见证，我们教会呢善于见证啊，如果不懂得真理的话只能传道。所以啊，你来教会吧，你来教会吧，把福音单张发给人家，你来教会吧，这是什么？传道。但见证是什么呢？你要说服人，把你所认识的耶稣告诉给他，让他知道耶稣为什么是上帝的儿子，有什么证据应该能够拿出来。所以要想见证的话，应该知道圣经，应该清楚知道圣经，跟传道不一样。个人传道呢，有时间去做，没时间不做，这样的话很不容易做啊。个人传道也是应该有规矩，应该有自己所定的计划啊。每一天我要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每一个礼拜啊，我要星期几去什么地方传道，应该有这样的计划啊。没有这样的计划的话，心是愿意的，但是呢，情况不允许的时候太多了。所以，我们大学部对此呢非常好，训练的非常好。大学部里面，常常就是宣教士和学生们一起在校园里，他们组织性的传道，或者是在课堂里面，课间休息时间，他们很快就进到这个课堂前边，然后呢，大家好，然后呢，在短暂的十分钟以内给他们传道。啊，如果愿意信耶稣，请到外边来，在外边等的时候呢，有关心的人会到外边来，或者是把这个一些有问答，就是有问题的一些问题的一些项目的纸张发给他们，让他们填写。然后呢，用这样的东西来收集他们的资料，然后呢，个人单独联系给他们传道，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传道。所以呢，这样的传道如果没有训练的话，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但是呢，这样的训练的话，就会有很大的成长发展。对此呢，如果想更具体的知道，问黄勋教，他在大学部里面。很长时间这样的事工，大学部里面的一位宣教士夫妻现在在中国做工，他们虽然是平信徒，但是当时的经历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现在呢，担当他们的事工呢，不亚于任何的牧师，现在给各地带来很大的帮助。还有对个人传道者来说，要留心的是什么呢？传道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怀疑的人，或者是诅咒的人。这个时候呢，你不要骂他，不要诅咒他，要耐心的传福音，继续直到最后结束为止。正如我李继宅，南贤珠给李继宅传福音，3年之后才信耶稣，这段时间呢，我对他的逼迫呢非常厉害，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罢休。甚至宁可跟你分手我还不信耶稣。后来分手了嘛，但是呢，他还没有罢休，他愿意来会，就是抛弃，但是呢，一祷告就想起我来为我祷告。李宅这个人很想忘记掉，但是呢，一祷告就想起李宅，为李宅的灵魂祷告。终于第3年李宅接受了耶稣，而且是通过他，多么奇妙。所以一个人的这个不断的努力和祷告终于结果子。所以因为我是通过这样的经历相信的，所以即使再怎么顽梗的人也不要轻易的抛弃，也许他改变的话就会成为更发热心的人。我不是一般的反对，我是凡是接触我的人都变成不信者。我高中的时候我遇见的朋友，我最亲密的朋友几个朋友都是信徒，后来跟我在一起都成为不信者，包括南贤珠。后来南贤珠先受了圣灵完全改变了之后呢，给我传福音，我就跟他分手。但是呢，第3年我终于我承认我是罪人，然后遇见了上帝，彻底改变。但那些朋友们还没有悔改。个人传道呢需要训练，
训练的项目，第一，人格方面需要训练，第二，知识方面需要训练，第三，不可冲突，回避辩论和冲突。辩论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成为这个传福音常常成为辩论，特别是你跟东方闪电的人传道没有用啊，或者是传教的人，他们是几乎心里有火焰，所以呢几乎不容易改变，或者是安息日派的人，他们愿意给你传福音，所以呢到你家来了，你想给他们传福音，休想如果有这样的时间的话，去找其他的人，他们是为了给你传福音而来的，你怎么改变他们呢？几乎不可能，所以不要面对他们，反而恐怕你被他们受影响所以呢不要对付他们。还有第五，传道呢也要有团队一起传道，比如说教会呢有很多的机构机关这每一个机关的目标应该是传道，所以我们教会现在每一个机关包括我们翻译宣教中心都有每六个月都要提交我们机关的目标事工计划，这个事工计划的目标每一年都是什么呢教会增长还有加倍增长虽然我们是搞宣教的，但是呢我们的目标也是加倍增长，所以我们的加倍增长的目标因为我们跟国内的事工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目标是国外的教会要加倍的增长， PDI 教会加倍的增长除了我们机关以外，其他的所有的机关都是这样的，青年部什么青壮年部大学部，他们的目标全部都是以传道为目标，所以教会里面的无论什么样的机构，比如说唱诗班，他们的目标也应该是什么？不是唱得好，而是传道唱诗班的目标也是传道，女性教会他们的目标也应该是传道，学生传道会也应该是传道，还有教会呢为了传道应该特别的安排一些活动，特别训练或者查经会分信会祷告会，为了传道呢积极的安排这样的活动，还有呢也可以推广一些运动，比如说寻找迷失的羊群的运动这样的号召信徒们积极的参与这样的事工，还有教会里常常如果一些教会常常搞这个聚会的话不要仅仅针对自己教会的人借此机会呢让不信耶稣的人多参加，所以呢提前给信徒们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都要把另外一个人不信耶稣的人带来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还有传道呢必须得有跟随的系统，就是养育的系统教导的系统，其实我们教会今年传道的人数很多，几千人，五千以上，快六千了。今天的周报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直到上周的传道人数有多少？能确认吗？直到今年上周的传道人数多少呢？5379，这是我们今年传道的人数5376，其中会有多少人留下来呢？大家认为百分之多少？大概40%，哇，差不多一半留下来，非常优秀的，我不好说，很少，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我拿着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布道家Billy Graham， 他叫什么呢？怎么叫呢？ Billy Graham 很出名的美国的布道家，他聚集的时候参加的人是有一次是40万人，但留下来成为基督徒
就是不管哪一个教会，到某个教会过信仰生活的只不过是200个人，40万当中只有200个人，很少，0.000多少，非常少。韩国啊，我们就是特别传道聚会的时候呢，几百个人来，其中留下来的只不过是几个人而已。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教会也是不是特别高，而是比他们稍微高一点而已。所以呢，每一年传道的人这么多，但为什么都离开呢？因为没有准备好能装载他们的器皿。所以我们教会呢，现在正在预备这个器皿，因为我们的器皿呢，已经是用了多长时间？40多年的时间，43年的时间。开拓教会以来，直到现在，我们教会的器皿呢，从来没变。现在呢，正在改变。所以从明年开始，12月中旬开始，我们教会的所有的机构，就是教区的这个机构，全部改造。怎么改造呢？按照年龄改造。现在呢，按照地区来分，但从今后呢，按照年龄来分。以前按照地区来分的时候呢，只因为是我们住在一个地区，所以呢，60几岁的人、30几岁的人、20几岁的人都聚在一起。他们聚在一起能做什么呢？做完礼拜，单方面的做完礼拜以后呢，没有共同的话题，而且也要照顾老年人，所以年轻人呢也不能说什么，他们想做点什么，但是呢，全都是老年人，他们无法做什么，所以呢，二十几岁的人在一起，30几岁的人在一起，40几岁的人在一起，就这样按照年龄分的时候，年轻人，可以积极的做工，老年人也可以，虽然老了，不能因自己老了为借口来坐在后边而已。因为如果60几岁的人聚在一起的话，61岁的人是最年轻的人，是吧？所以61岁的人也要做工，所以呢会有很好的效果。所以，但是呢，这样一旦改变的话，这是一种革新。慢慢改变的话就叫做改善，但是呢，一下子改变的话叫做革新。每一个革新的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呢？一旦革新开始之后呢，效果会减少的。因为以前他们有习惯嘛，然后呢突然破坏了这个习惯，所以呢人数会减少。但是呢，如果能维持一定的时间的话，一下子出现结果。比如说改善的话，就这样的发展，然后呢，发展不是永远发展，而是改善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稳定，或者是人数越来越少，这一般的情况。但革新是怎样的呢？如果这里革新的话，一下子就出现反面的效果，但是呢，一段时间过后呢，突然出现效果，而且很快。所以以后的结果呢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12月份有了这样的改变以后，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矛盾，或者是适应的时间。但是呢，明年中旬，明年10月份以后呢，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教会的气氛也要改变。那么信徒们把福音传给新的灵魂，然后呢，他们来了之后呢，他们也比较容易安定在我们教会了。现在呢，一个年轻人来到了教会之后，发现全部都是老奶奶，或者是跟自己的这个话题不一样啊，这个时候很不容易适应。所以现在我们试图这样的革新，这都是为了养育能把能让那些传道来到教会的人能够持续在这里成长。最后传道呢也要跟个人的事业连贯起来。比如说使徒保罗，他呢虽然自己是全职奉献的人，但是他
常常用自己打工，白天打工，然后呢用这个赚来的钱来用来做传道工作，就是自费的，自费做工。他充分可以从自己所帮助的一些教会中得到一些谢礼，但是呢他拒绝了，为的是得到更多的奖赏，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既然他呢为了传道而做了一些事工，同样今天我们搞事业的人全部都是要知道自己搞事业的目的就是为了主的工作。那有的企业呢就好像我们把十分之一献给上帝一样，公司收入的百分之多少分开分别为上，然后呢作为宣教费来使用。这是这样的公司呢我们在韩国呢好像也有他们不仅在这个奉献方面跟其他不一样，而且这个运营方面还有他们的文化，企业里面的文化方面也跟其他的公司不一样，是一个新的突破。还有如果自己有了企业，然后自己死的时候最好留下遗嘱不要把所有的财产交给自己的孩子们，而是如果你把你的财产交给遗传给孩子们的话，孩子们会怎样斗争打官司，不一定对他们好。所以在西方国家里面的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自己的遗传不是遗传给自己的孩子，而是给教会或者是社会福利团队这是他们的文化，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文化，我们基督徒最好有这样的文化。有些人呢自己搞公司的时候得到很多钱，发很多财，然后呢失去机会，然后后来呢公司倒闭了，然后再后悔，哎呀当时我很有钱的时候，哎呀该礼拜堂多么好啊，但是呢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呢有机会的时候你要这样的备注使用。所以传道的方法呢是不仅仅是单纯的用一个方法只要发热心就好，而是不仅有热心，而且有用很多的上帝给我们的很多智慧来担当这样的事工。就是所以呢教会的牧者呢为此要有很多的智慧和知识和灵感所以我们不管看书也好看报纸也好，如果你对传道有关心的话，你所接触的所有一切都会成为传道的工具。你们认为锦基督牧师他是传道人，所以呢好像他不会阅读这世上的书籍对吧，好像不会喜欢阅读报纸，但是呢他经常读这样的书籍，他手中离不开这书籍，不仅仅是灵修书籍而是世上的很多的种类的书籍都看，甚至他以前呢很喜欢看这个不动产方面的，就是搞发财的那样的书籍都看报纸也看是这样的信息都是用来做传道所以钱本身不是不好的而是只要把它使用在上帝的事上这会成为圣洁的工具。我们一起祷告吧。主啊我们教会就应该成为传道的教会，我作为教会的肢体应该成为传道的人，求你以圣灵感动我。我们耶稣一边祷告예수야하나님아버지역사의주사아버지우리가정말我们现在祈求上帝我们传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呢会遇到妨碍我们信仰的人，批评我们的人，骂我们的人，我们要应该能够为他们祷告，应该能够爱他们这除了耶稣给我们的信以外我们不可做到这一点。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你的爱为了像仇敌一样的人祷告，为了他们传福音的能力求你赐给我们，我们耶稣一边祷告耶稣啊
我们再次祈求上帝，我这个礼拜中我要为病人祷告，我要为了身体不舒服的人祷告，愿你你把你的能力彰显在他身上，让他们经历到上帝吧。我们耶稣还一边祷告，耶稣耶稣耶稣，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传道的教会里过信仰生活，让我们能够懂得教会的功能、教会的目标、教会的生存目的是什么。天父，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每个人被圣灵充满，让我们大胆的开口仅为耶稣做见证，参与主耶稣的事工，并且当我们传道的时候，愿你给我们属天的能力；当我们手按病人的时候，愿你亲自医治；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让污鬼揭露原形，彻底离开；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祝福别人的时候，愿你亲自赐福给他们，让他们亲身体验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是上帝所使用的人。当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义的时候，愿你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我们，让我们在平安的环境中能够全心投入地做你的工作。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如今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下决心成为传道的圣徒的弟兄姊妹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感谢主。